大家好，我是香香，现在6点下班了。今天我特地早点下班去超市买菜，今天晚上出去做饭吃。在外面吃饭实在是太贵了，一餐最少都要十几块。我自己买菜做饭的话，虽然麻烦一点，但是会比较实惠。哎呀，我的刘海油得好厉害，都可以炒菜了。其实我昨天晚上洗了头的，但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所以很快就油了。手机摔坏了怎么办？好了，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拜拜。